即个乡清流部落中岳区有两条农路，那泥固失修，路边的排水沟嘛因为阿门土夹落落来，影响到排水甲灌溉功能。经过地方定情反映，关注人民前张工前往了解情形，发觉讲这情况确实严重，当场指示管区地政处赶紧进行工程确保来解释。那这个翻就起来了，哈、啊，这水沟一拿就起来了，这。手轻轻一碰，石头就会当提起来。用石头贴的水沟壁已经完全失去功能。唔呐安尼，就算是用黑木头框的水沟，嘛同款因为年代久远，早就变甲真含烧。就是乱掉了，因为那个太久了。对，跟现在不一样。这个我念高中的时候做的呢，我现在已经50几岁了呢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高一高二的时候来这边做的。这个快要倒下了。超过50年了，啊，年久失修啊，啊，这里面呐、啊，道路啊，啊，都非常的不好哈、哦。这个有时候农作物的运输啊也不方便。仁爱乡清流部落中岳区内有两条农路，拢是出现类似情况，点啊，甲路面破损甲真严重，路边排水沟更是超过50年拢唔捌整修过，影响到农产品的运输。风台大雨一来，失去功能的排水沟，水流拢会淹对农田，造成农作物损害。如果不施舍的话，哈，这个一到下雨啊，水沟哈，这个水啊乱流哈，而造成啊，这个农田都会淹没啊。今天来现场来实地看了解来看呐、啊，实在是这个。